一个两万呐，一边上好要招四十个，就八十万呐。啊，公别墅招十所呀，公别墅二十万，啊，户的十万，啊，啊，一边，人发的收价拢四百多万、五百多万，啊，一年还随便了看。啊，输呢，那时阵，吼，伊就敢那讲研究所要用的钱，伊就敢那讲开安尼，伊就足欢喜了，叫我讲袂使退倒，就继续贷了吼。啊，继续贷，那国会书真爱啦，国会书真爱，去吼咯，大兴大买一堆遮大堆，大家都甲我落倒啦。我讲你真学诶，只要换日换，互你带队吼，恁上司来带队，嘛搁较好，搁较庄严啊。啊，我若别位诶寺庙，拢有上司会带队，啊，你来队，吼，国会书是欢喜干呢，八个条，伊遐输袂滴一礼拜空个，伊遐。拢当初拢无敢做啊，拢走来，走来遐来啦吼，啊走来落头，啊用甲记过啦，农场主，农场主就一个怪甲师傅报告啦，啊师傅气甲哩，就那个发一年啦，伊会记迄阵阿达来，发一年怪可怜啦，早起时啊就早人一点钟开贵样啦，暗时啊要困到晚人一点钟就拢贵样啦，才会使去困，啊是你个孙。都爱跪两点钟的样啦，伊讲胃袂解开啦，我迄是要国师做，毋是要互你做，你要去甲伊说说如咯，我是听遐国语的学话听。啊，我想讲，哦，我迄阵嘛心足艰苦，啊，我第二想讲好，伊遐兴趣，我暗算我，迄即个权要互伊去带队，啊，我一边正久才等着。啊，国昌叔啦，唔知啥物国医师几个甲我讲啦，伊讲哎，要用你害国医师哦，要跪一年啦，一年两点钟跪一年，看着偌济啦。我听起来足艰苦，我好意思转开伊，我从啊亲身去甲龙山寺去好去到底去甲师求情，师讲求无情，不行，他伊讲胃背盖骨袂使，伊讲我说你不要这样做哦。你有你的责任，他有他的责任。我唔知影，以后是一个博士，要栽培伊博士，伊无要害带队啦。伊讲这个大夫实在，那汉文甲讲哦，落开各位师是爱遐，阿叔唔害带队即个。我唔知影以后是要害去读博士咧吼。啊一边，我搁当场各位师，啊你那啥拢无去问哪个？我落去出门死个个。用几十年啊，把你充满死的个，啊，就怎啊？怎啊？你怎啊？迄个师傅怎啊？你怎啊？我接触伊，介亲近，就是为着去个道无成，看到迄张新闻，一张人生，知影讲，遐哩，龙山寺哩担负起，怎啊？伊再去学师傅安尼骗上去个，啊，骗上去迄阵无法度啊，说怎啊？你怎啊？啊，这个离开甘道啊，迄两个寺，一间是迄落富丽之行，一间是道的。啊，遐，阮师傅甲遐个迄落董事长，靠啊，伊伫要来带我倒，伊讲我这个哪会使去学别人的？我这个爱办道，爱走啊，爱前场，我后场，我哪会使学别人的？不过吼，按怎是，互我规个这个私心落去啦，规个按怎在？对甘道私心落去，迄阵就是师父的，我要强调师父的慈悲，去我感动着。在迄阵的时阵就是有一个女将，迄、那个女将就是伫办木业的，啊办木业应该迄阵迄款下木业是袂赚的，袂做的。啊，伊去求圣云法师、佛光山的佛祖，甲来求咱龙山寺的佛祖啦。伊讲我为这两位佛祖，若是即代下来去，若是有孙子有摊大吼，是为要来捐一百万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已经一礼拜前先去这个新法师遐捐去啊，啊一礼拜后起来师遐捐啦吼，啊所以迄个菩萨实在是真无福报啦，师迄阵是艰苦要死，啊连一点银行主菜都无，我都未晓都详知。也嘛，规年你嘛唔捌去买一粒果子，讲有一粒果子通食通拜有所，啊嘛唔捌买一块豆类嘛唔捌，点了嘛，迄敢那甘蔗铺啊，迄敢那你住遐啦，啊，迄查某是来真无福报啦，应该真艰苦，唔着，
好啊，好奇啦！伊去讲一寡话，亲戚就舒服啦。迄阵我拄好去亲戚有外久，伊讲，伊讲个舒服听啦。伊讲，阮一礼拜前啊，咱食迄鸡汤无好啦，都是隔顿时啊，缀咱食呢，咱个另外贵宾来咱嘛无物件，无物件通煮较好互伊食，那缀咱食迄个鸡汤啦，啊，食一个毋较滚啦，啊，咱舒服无，食饱叫伊讲来舒服舒服坐啦。来吃茶啦，啊！迄、那个女将，迄、那个菩萨就直直讲啊，阮一礼拜前去新法师遐，阮一通电话去甲讲要去呐，新法师秘书的乌头车就来甲，来甲高阳车头来接，啊，规阵法师去甲因师的安尼，两爿排两列，安是偌侪法师甲迎接，果然接去迄、那个伊的餐厅倒的，安尼办事的倒外又开食，啊，食饱法师新法师本人。含一寡因呾因内底较头级个，如果甲送甲上车甲再见哦，你讲甲恁上无欢喜啦。啊师傅就是啊，我慈悲啦，慈悲甲什么尊敬啦？伊讲啊，你这位菩萨，我四年吼没有修行了，所以没有福报了。啊，行法师靠修行靠福报啦。哎，伊讲，伊师傅讲个。我这里没有建设什么了，你把这个钱拿到那里去，一块无欢喜啦，伊就无要甲接收啦，啊一百万我给伊退倒啦，嗨，我后壁是我唔甘的，哎呀，无半点有人出彩，啊无半人，啊这一百万，三十年前的一百万是偌大银偌好用的呢，啊输唔得一百万我来啦，啊实在输的，艰苦咱就知，要去纪念堂的要去恭敬吼，连一台派船车嘛无。阮一个客人去，甲阮一个客人去，安尼去讲经啦。迄阵是真艰苦，啊，大家慢慢嗨，阿叔那安尼啦，啊，那物件要哪找，搁再配合啦。啊，那一百万是偌好用的用的，啊你，你有哪经验说，你栽培袂起，啊你厝内你连一点油量煮菜都无，啊，逐顿食一款鸡蛋，啊一百万你搁红骗，啊，我唔感觉这阵阿个唔敢啦，我想想，啊，我想讲哪有这款的事？啊！我道理讲，互阮先生听啦。讲哦，啊！你这师父地位真高，啊，真清洁，啊，真慈悲。所以这慈悲去，我感动着。我跟你才有第三十年。啊，一款高僧大德，咱也唔得是要第三，句句揣就是教修行，啊，就是第一个脚步，一步一脚印，学伊的这个慈悲德功，学伊的这个精力健康。我讲吼，啊，那点点啊，迄无得吃，等无两个月，等我今日食一顿嘛，就得呀，吼。啊，就自然地，地里个好起起来了，地里个好起起来，甲伊接近的是这个姻缘。啊，即摆个好起，伊的任务话就是五条啦，一条叫我一定爱加警察，一条加起来吼，爱组织起来甲办发挥啦。一条义卖。啊，一条敬拜咱就该带队念佛会啦。啊，到尾啊，买遐高山台一条就加木管。哦，啊，我妈呢，直直做，啊，逐日搁倒落红妈呢，妈甲煞变麻痹啊！啊，阮大家气到要死，讲无人知你遮麻痹呐，逐日妈妈袂听呐。啊，我想讲啊，啊，我难得得到遐高山台的，啊，伊遐的空气拢需要我做，啊，我哪会使甲调起？我人拍嘛，就互你拍，啊，我就。下完行就对了，啊，行迄阵输这五条，啊，我就真是那乖乖教，啊，店遐问我龙山寺，因在教两三年无偌久，啊，阵啊，因法师一年一年剃头伫做，阵啊，甲我刷去文化馆教，啊，文化馆教，啊，阵啊，组织起来，阵啊，拜这个龙王啦。发花啦，水禅啦，地藏经、地藏王禅啦，在天可以啦，甘露啦。啊，拜者哦，我迄阵咧行也是真辛苦啦。先讲一个，我是不应该讲遮啦，但是讲大家吼，咱手牵手，手那已经无伫啊。大家手牵手，心连心，爱以这个好的理念，爱把握好一条，大家爱向前落去行。我迄阵咧行是偌艰苦啦。师甲我交代一句话，我袂晓听啦。咱迄阵伫人哪有甲想讲，人你要甲我办？师讲，国师我要出国了。伊讲我要出国了，你要很小心，很小心哦。